那一张专辑打败那一年我的竞争对手叫做伍佰，也手机国教。我这条歌打败了他的那球衣国教，然后把金钟奖、金曲奖拿回来，为您带来这首《五月十日》Hit A Ball， 谢谢。把这首歌当作五月十日国际首城日的嘉宾来。